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你看我现在一身白色的装扮。今天我人在亚罗牙也水塘路，参加这个十年一次玉汪宫过火城仪式。十年前我有参加过一次，当初的科技不发达，我拍出来的画面素质不是很高清。然后今年我还有机会参加，所以会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想参加的善男信女必须提前吃素五天。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过的火城。
进城的时候，大家想要什么就喊什么就对了，对不对 ？OK。
Thank you.
过火城的仪式圆满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